环保是一种态度，茹素也可以带动风潮。墨尔本慈青举办斋戒周，告诉年轻人，演员、歌手、电影、音乐各领域也在推动。我觉得他的方式很特殊，也很棒，就是借由游戏的方式传导一些环保或者是回收的理念，这样子。因为在透过游戏当中，他可能用卡户的方式让我们学习到在澳洲的环保文化，这可能是我们在台湾没办法学习到的。那借由吃素的话，其实除了对自己身体能更好的话，也能对世界环保也能尽一份心力。前线推广，后勤支援，慈济志工为所有报名斋戒的学生准备素食午餐。墨尔本大学、蒙纳士大学州立图书馆每天大约250个餐盒。The food's been very nice, very fulfilling as well. Yeah, it'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food I'm used to eat, but it's very tasty. Yeah,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learn how to cook them.延缓地球暖化是当务之急，茹素环保生活习惯是每个人可以时时刻刻爱护地球的行动。大爱新闻之声美职工谢坤耀、朱瑞纯，澳洲报道。新学期。